解除，现在我来到了新竹火车站，等一下呢要去一个非常酷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穿韩服，看有什么很厉害的韩服穿这样子。Go！我们太早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稍等一下，大家就可以进去了哈。好啦，刚刚服务人员帮我们介绍了一下，大概有分一点价位，就是这一边现在有特价299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边就是另外一个价位，好像是399或499，我刚刚有点忘记，长这个样子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隔壁的这边都是顶级的，可这边顶级的价位就是一个小时是599。哎，这个真的冰冰有亮哦。等一下，你想要紫色是不是？哦，有帅哎！我看一下男生顶级的是怎样。哇，这个也太王者的风范了。我觉得我还是这个蓝色素素的好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自己挑好，然后试穿再给你们看喽。拜拜。我们两个要走出去外面晃一下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羞耻啊？不会啊。好，我们去外面拍照咯。这样很羞耻的是不是？一个韩国人穿着这样来到台湾的感觉。目前这个旁边就有很多鸟，我们站在那边拍照，好可爱哦！我被他们吸引了。哦！接着我专心拍照好了，我就放一些照片给你们看就好，不然一边拍照一边拿相机有点怪。来，我们家先示范一下怎么坐下来。哇，好淑女哦，好可爱呀！我跟你们说，今天我来到了台湾。台湾有什么？就是一堆树，然后很多平民百姓啊，不知道什么他们要一直看我，我也觉得莫名其妙。我这样子有很好笑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比赛哦，不觉得扎眼。先闭的人就要亲人家脸颊一下，一二三，哈哈哈哈！打我一个巴掌，这叫你作弊。其实这样拍一拍啊，大概就是花了一个小时，差不多，没必要花两个小时啊，等下就要回去了。现在回到棚内了，它离这边还有很多小屋可以拿起来拍。我现在找到一把扇子，真的很可爱。刚好有点热，去外面走一走，超热。
刚刚发现这边有很多桌游可以玩嘞，超多款的啦，都免费让你玩哦。是什么？掷骰子说故事，感觉不错。我们就边吃甜点，然后边玩桌游。至于它这个海府的价位呢，我把它打在资讯了，好，因为会有点繁琐。这里面很多骰子，然后有很多的小图这样。他说你要从很久很久以前来说故事，然后要把九个骰子的图案的故事编织在一起。哦，感觉不错。然后有三颗是故事的起始，有三颗是故事的中段，最后三颗是故事的结局。来，我们来开始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，有笑脸啊。我的看法是什么？录一带哦。睡觉就是放最后啊。钥匙孔、蜜蜂、乌龟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个是笑脸。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哦，他的名字叫做炫，他现在微笑的走着走着，然后呢遇到了乌龟，踩扁了他。有病。接着遇到了蜜蜂，因为蜜蜂要帮乌龟报仇，所以呢，却被那个蜜蜂叮了满头包。因为太憨了，所以他就是拿了路易带来灭火。重点是因为他灭不了火嘛，他就看到了一个箭头，他就一直跟着箭头那个方向走，然后走着走着呢，到晚上了嘛，然后就。有流星，他就许了一个愿望，他说他想要宝箱，于是呢，他就真的有一个宝箱从天上掉下来，可是呢，这个宝箱没有钥匙，所以没办法开，觉得薛就是很无奈，他就抱着宝箱睡觉了，有没有？简单，编完了，我就这样一连串把它编完了，我觉得我好屌。来，我们薛的饮料来了，薛你点什么？星辰 online， 你是线上游戏打太多是不是？我的好花香。钻得很舒服，也没有蛋滑哎、欸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个韩服体验结束了哈，我觉得这家真的还算不错。等一下稍微吃个下午茶以后，还会去别的地方小晃一下。这边是新竹市区，旁边都有很多很热闹的东西。那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希望你影片还喜欢。不喜欢，不喜欢。下期保定，我是 CHU， 每天5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八八六。拜拜。